这三一重工不会是我强哥的产业吧？这是森宝积木的三一重工工程车积木拼装模型，全套四款，分别是挖掘机、平地机、摊铺机和我这款压路机。配有四个人仔，他们的衣服和表情都是不一样的，身体关节也都可动，细节很赞。话不多说，按照说明书，我们赶快拼起来吧。颗粒间拼装很顺滑，不费手，小朋友也可以轻松完成拼装。我可能是得了狂飙后遗症啊！我现在只要看到工程车，就会想起我强哥的建工集团，没准这三一重工就是建工集团的分支也说不定呢。拼装完成，我们来看一下细节。压路机的滚轮、车轮和车的反光镜都是可动的，人仔也可以坐进车里，增加了可玩性。除了工程车，还有一些指示牌等配套设施，模拟出了真实的施工作业场景。相信喜欢机械类的小男孩一定会特别喜欢。